从有啥吃啥个老早，到啥才有的吃个现在，上海人哪能吃得落胃呢？一包油吞过了，朝阳二两黄酒，它过得来老落胃。十七平方的房间里，隔着九个人，要住得落胃也真是个难题。张六平背后头就是三毛困觉的地方。对个，对个，对个。从独乐乐到众乐乐，一个人小乐胃，哪能让大家侪开心呢？欢迎收看本期的《闲话上海滩》，上海人的小乐胃。用上海闲话，闲话上海滩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博文。阿拉是技术频道推出的第一档，全部用上海闲话讲上海人哪能过日节，介绍海派文化的栏目。大家除脱收看七点钟的这档节目啦，侬还可以现在拿起手机来扫一扫，阿拉会得辣辣微信平台浪向定期发布一些上海闲话小知识。侬要是关于上海闲话有任何疑问，或者是搞不清爽的地方，可以通过微信的语音功能讲拨阿拉听，阿拉会得每天改出一条辣节目当中播放，回答侬提个问题，让老观众、新观众侪好参与进来，一道探讨上海闲话巧开。好，那么今朝阿拉要探讨个话题又是啥呢？俗话讲得好，民以食为天。讲到吃啊，阿拉老百姓总归是顶顶欢喜。上海人对吃个热爱程度啊，甚至已经体现了上海闲话里向。不光是鸡鸭鱼肉能够吃，蝌蚪、排头、泥瓜、山芋也是早吃不饿。有一首上海童谣，每趟唱到或者听到了，哦哟，馋肚子侪要得得的。叫上海小吃花样多，大饼、油条、小笼包、咸酱锅贴、肉馒头、老虎脚枣、猪饭糕、猪饭香饼、小馄饨，吃好今朝享明朝。搿能看来啊，上海简直是馋老派的天堂。要是每天早上眼睛一擘开，只要想吃点啥，就到啥地方去吃，哪能吃得下咽？没工作的读书的压力，哦哟，这个小日节不要过得太落胃哦。看了刚刚的短片啊，真的这个馋老总也被勾起来了。那个肚皮觉得有点饿了啊。先来介绍介绍阿拉今朝个两位嘉宾老师，一位是阿拉上海全家一位副主席，阿拉知名的广播栏目王小毛致富，啊是吧？明明老师啊，还一位呢是阿拉这个现代家庭搿本杂志个主编马长龙老师。对。上海人呢是顶讲究吃的，吃要入味，咱们要海味啊，一个南句闲话，那么是一个吃了第一位，搿入味里向有交关讲究，交关搿个里向个巧开了。吃得入味呢是上海人一直辣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，跟目标。尽管也喜欢吃，但是呢，并不一定能够吃出其中的入味的味道来。哎，搿入味搿还有多种想法。对，最早的入味想法呢是滴落个落，胃口的胃。就吃么子啊？落了碗里向，落到碗里，这个正好，是个，吃到好处，不是落了肝里，落了肺里，落了心里，这个不来塞个，对吧？所以讲一开始呢是搿样想法，那么后来呢又发展了，发展了呢，有人就写成快乐个乐，胃口个胃，就是让胃开心起来，或者胃快乐起来。那么后来呢又一点发展了，还有人写成呢就是第六个乐，胃子个胃，胃子个胃，这个呢同吃呢。关系就不大了。这个基本上就是讲正好，合适辣搿只位置浪向放落下来。这个字呢，但写成是实惠个惠，快乐个乐，实惠个惠。这乐惠呢，伊也辣辣随着时代个发展了。这个包括伊个写法辣辣变化。但是不管搿个落辣碗里也好，到位也好，这个实惠也好，侪是搿个想法，侪是符合这个落位两个字个含义啊。对，这个落位也分几只层面个。侬比如讲经济条件比较特别点，一包油吞锅肉，对吧？对，一包一小包这个油吞豆瓣，哪怕几粒五香头，朝阳二两黄酒，他过得来老落位，老开心，是个。阿拉这个弄堂里向老早个苏州人，大家侪叫伊苏州爷叔啊。伊就是到面店里向一碗面。过桥面，过桥面呢，伊就是这个浇头呢，另外摆的，分开摆的，侬再倒上去的。不过呢，这个苏州爷叔伊不倒上去，芋头浪向，伊一般呢，侪是大肉，一块大肉。芋头浪向比较宽裕，两块或者是两块这个鲍鱼。哦，搿是老好的。生姜，老好的生姜面，自家打一小瓶老酒，小瓶头的，做个二两碗里。先吃这个浇头过面过酒，他吃得津津有味。酒吃好，乃末开始吃面。导致月底快，经济条件稍微差点了，钞票比较紧张了，手头紧张了，乃末哪能呢？
咸菜毛头，照样小老碗。嗯，你不管吃啥么，照样小老碗。而且也好请客，哪能请客？我就被请过哎。啊，请得起，我请侬吃米今朝。嗯，到这米啊，神就一碗米。哎，叫服务员拿只小碗，哎，啪挑出总共一小半。啊啊啊！给了我，哎，倒点汤给我。啊，随后呢，咸菜毛头里向这个。毛头啊，包括肉丝干出来，干点拨侬，拨了我啊。那么伊自家开始咸菜过老酒。哦，搿是对侬好个，肉丝还拨侬。对，就是讲呀。老早辣小辰光吃咸菜肉丝，么侪干肉丝吃。是呀，搿辰光肉老紧张个。所以侬讲，伊搿能有米，照样请客，照样自家小老碗。是个是个，我小辰光听到过，还有搿个搭酒个小菜啦，哦，弄点米椒头，米椒头，哎，搿米椒头，米椒头搭搭也蛮老味个。蛮老味个。啊，普通老百姓个老味呢，比较体现出啥辰光呢？侬像大热天，大热天如果入库门房子个话，搿么是啥物事呢？到了，大家晓得吃饭是辣辣弄堂里吃，不是石库门弄堂里吃也老多的。一只把一块大衣裳被一裹，太阳西晒，西晒日头刚刚过脱，开始冲弄堂了。弄堂，冲弄堂。弄堂冲好，啥咸菜、洋山芋汤啊，这个什么个菜，弄咸菜炒肉丝才出来了。那么，伊还有呢，搿辰光要吃啤酒了。吃啤酒搿个辰光已经算是蛮好了。嗯，阿拉弄堂里向这个人家吃这个盐鸡翅了，照样吃出小老味来。哦，以前是啊，以前是吃出小老味了。结果，哪能吃法？小兔子的牙，四方锅炉厂晓得吧？四方锅炉厂，大型的国营企业。那么夏天间呢，条件比较好眼，可以发这个盐鸡翅。所以每天回来夏天间，每天回来背带三瓶盐鸡翅回来，一瓶自家屋里人享用。还有一瓶呢，弄堂里大家分。他弄到了，哎呦哎呦，萝卜头啊来的，啊张家妈来眼，大家开心。还有一瓶呢，专门拨了弄堂口一家姓林的林家，为啥呢？林家有得三个姑娘，丁小姑娘呢跟伊拉儿子呢，李林相仿，有意图的。把三年下来啊，三年一起是下来啊，丁小的这个姑娘长得丁漂亮，就嫁拨伊拉儿子了。哦，三年一起是个新妇石岗了。哎，对，侬讲这个小老外立到结棍吧？对，过去啊，生活比较搿个匮乏嘛，生活物资啊不是老丰富，哎，大家还是努力上寻找一种搿个落位的方式。落位呢，一定是小落位。就讲侬一定是人还是比较贫穷的辰光，那侬有点吃个追求了，有种吃个追求的吃个想法，我吃一点点也落位。还有种啥个叫落位？要吃了胀，要吃了撑起来，搿叫落位。侬想想看，老早过年的辰光，现在搿种已经没了。过年辰光啥个毛病最多？哪能？急性胃肠炎，就吃了灯牢了。过年辰光穷吃，那么从年三十开始吃，年三十吃顿，年初一吃顿，吃到年初两不来塞了。侬去看，搿辰光报纸、电台经常有报道，过年辰光呢哈要移风易俗，要过革命化春节，不要吃了太多。今年呢，寿金又送了有多少个，侪是消化不良。因为平常我没勿大有得吃嘛。所以呢，当初还有种药叫什么石磨参。磨参我吃。石磨参就消化不良，就吃了灯牢了。阿拉讲起来，吃了灯牢了。上海人要去一个斋就落位了。刚刚葛老师讲的这个，比方讲送盐鸡翅了噻，啊，盐鸡翅嘛，弄堂里大家侪侬倒杯，伊倒杯了啊。所以上海人的落位，因为落位其实带点私密性的了。落位一般来讲呢，一般大侪是个人的，或者自家屋里向的。对。但是呢，因为上海人过去这个一个生活空间啊比较小，所以有辰光侬保持老大的私密性保持不了。对。但是呢，所以上海人搿个落位也惠及大家的。独乐变成众乐。哎，独乐变成众乐了。咁么我就要讲着这个上海人吃个浪向，再就落位。其实让生活各方面啦，上海人侪是蛮在就落位的。对。讲到上海人的房子啊，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石库门。的确，石库门是最具上海特色的居民住宅。石库门里向的亭子间、客堂间、厢房、天井，都是泥房东，白相人少少，七十年家房客，等于石库门有关的名字，成为老上海们温馨的记忆。但是啊，上海的住房紧张也一直是全国有名。到了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百万知青大翻城，上海住房困难的矛盾一下子就更加突出了。阿拉现在看到的是一段1984年拍的资料片，这个是一栋石库门，本来是一户人家，现在改成十家人家。迭能小的一间客堂里摆置十只煤球炉，真是又闷又热又夹，二层高搭三层高还是不尽其用。一眼望去是楼中有楼，屋中有阁，搿家人家九口人围了一道吃饭，
看得出条件还是不错的。台子浪向么，侪是大红大绿，但是一家门呢，只好隔了17平方的小房子里。要困觉呢，只好到搭个阁楼上去困。尽管近年来城市改造步伐加快，但是到现在啊，还有不少上海人生活了辣辣有一个多世纪历史的石刻门里。哪能辣辣有限的房间里打造出属于自家的乐为天地？搿个就要看每一家人家的本事了。梁老师，看了搿段短片啊，我觉着蛮亲切，但是呢，也有点不是滋味，也不是味道。啊，当时这个上海人这个住房，的确是紧张了不得了啊，可以讲是这个寸土寸金啊。那么有限的介小空间当中要住得舒适，而且还要住得有面子，而且讲就要扎点台型。那么这个理想呢，膨胀大了。对，80年代辰光，我那个上海电视台就专门有一档栏目叫《塞牙舞序谈》，搿个里向就是讲花头确实是老透，要拿迭个叫居室、烹调啊、器具啊、迭个用厕所所有的功能，侪要辣辣迭介小个范围里向里装进去。真个花，上海人确实是追求小入味。侬譬如讲，侬譬如讲迭个叫一个客通客堂号头。背有一只斜个楼梯个，你看到上头去嘛？哎哎，就是，迭只下头就好利用了。张六平背下头就是山猫困觉个对个对个，对吧？所以迭个里向，其实你讲房客里个小皮匠就困了个。侬再困难眼嘛，就是我老就要搭阁楼了。我就困过阁楼个。阁楼我也困过。阁楼，阁楼，抬不起头啊，头基本上低下来个。葛末像我一个辰光呢，已经开始读眼书了。读眼书嘛，稍微有个几百本书，侬根本没办法摆书橱个呀。侬就有钞票，侬摆买得来书橱，侬也摆不进去个呀。没办法摆，哪能办法？哎，龙塘口胭脂店，问人家讨6只皮草箱。老早皮草箱是木头做，木板，一条条，一条条，对对对，粗糙来西啊，粗了不得了啊。稍微用粗梳皮，嚓嚓嚓，梳一梳，稍微梳得光眼，6只搭好，哎，6只搭好，基本上头就是一只小书橱。老魏吧，摆了哎，摆了枕头边浪向，顺手就好拿着。那阁楼上看看也适宜，看看适宜，看看适宜。这个就是追求老魏，啊。实际上我后头辣辣想，阿拉现在辣辣讲老魏搿两字搿能介写个。实际上我认为最早拿老魏也应用辣辣吃以外个生活高头，搿人是老聪明的，对，就拿搿种吃的方式延伸到生活高头来。葛末刚刚葛老师讲到是皮草箱，葛末我后头还想到过啊，阿拉上海人一直到80年代辰光，实际上居住一直老精神。我看过上海从60年代600万人到80年代就是1500万人。侬晓得当初阿拉有个啥？每家人家侪搭国事的，就天花板高墙搿之间啊，要。靠一把树，搿树里头侪摆物事，因为房间侪老小，就像侬国事对勿啦？国事老多，就差勿多家家人家侪要靠个。搿里头吃物事好十足，伊个理论就是什么？加天勿加地。对，90年代迭个房子装修个标准配备，就侪要有吊饰个。要有吊饰哎。有种搿辰光开始，有种人家已经有只小个厅了。哎。小个厅四周一圈圈，全部吊饰。那侬现在看上去好像蛮压抑个，但是流行辰光侬觉着搿真个是好。那么所以上海人就有句闲话：“螺丝壳里做道场，最小个空间住出精彩来。”对个，是吧？伊这个就这个入围个，实际上最本质个物事就这个物事。而且我觉着搿个当时辰光，虽然搿个空间小，上海人还是搿开风气之先嘛，欢喜一直啥物事流行了，啥物事流行了。对。哎，不管啥个搿辰光啥个喇叭响，要靠喇叭响了噻。对。小来些只房间里，伊也有喇叭响。啊，沙发嘞，伊爸要买沙发个，搿有辰光摆勿落，哪能办法呢？有辰摆到啥个石头顶浪呢？还有。对上海人来讲呢，沙发意味着侬种生活标准。落位落位，伊也要有个，要有个落气个意思，还要有快乐个意思，就搿搭摆下去，正正好好。对吧？那个60、70年代呢，上海人动手能力特别强，而且这个时代，搿个敲也得不当，老早敲喇叭响，敲沙发，再讲敲，还一样物事敲啥物事呢？现在敲比敲坏脱。敲一样物事呢，真的体现出上海人小入味，就是敲这个煤油炉。敲煤油炉。敲煤油炉。煤油炉也敲啊？煤油炉敲出来个，侪敲出来。敲出来个，后来是有得买了啦，一开始侪自家做个啦，有种人厂里向稍微有眼技术个，厂里有设备嘛，侪辣厂里向做。对。葛末伊。做这个煤油炉啥个道理呢？一方面当时知识分子上山下乡，上山下乡农村里向有柴煤不够烧，所以烤好以后呢，带到农村里向，
搿烧起比较便当。另外搿上海人呢，老早侪烧煤炉个啦。煤炉要，假使侬要封过夜呢，比较上煤炉、上煤球、上煤饼。上煤饼个。上煤饼，对伐？哎，要一只煤饼。就一般来讲呢，就是夜里向就勿封了。不封呢，侬第二天要上煤炉了。哦，搿个是呀，老吃力个。搿事体真个。咁么，迭只煤油炉啦，解决问题了。早浪向老早起来，五六点钟起来，稍微差一点一根自来火一点，那么哎，自家屋里向包个小蚊灯啊，好火啊，做好烧烧啊，小炉哎，用过个，用过用过。到农村里去，到农村里用过吧？啊，叫火油炉子了噻。哎，火油炉，火油炉，火油炉，就煤油炉。随后夜里向自家屋里向差一点。夜宵下点米呀，点卷子面，哎，来得落味了，来得落味，这个真的落味，卷子面很好吃，卷子面好吃的，可能我觉着像搿种迭个像搿种芦荟啦，里头一个呢是有点因陋就简，另外呢，但是呢，侬因陋就简啊，能够要利用起来呢，确实是有小聪明了里头。是个是。那我觉着那到了芦荟为啥道理？以前一只只位置好落下去，譬如讲我屋里本身是老，侪老小的，老小。我现在要结婚也好，啥物事也好，我摆家上了。摆家上侪要，我看要算哦，要算个。老早一般是迭个啥，老早没电脑个，啥个勿可能电脑里头我做只迭个啥个比例。我只比例都，啥一比多少？一比十，一比一比一百。那么图纸是多少尺寸？硬八字，都是多少？记好，图纸记好啊。那么侬摆了，对伐？反复个摆，啊，那搿只图纸摆了搿搭用都是勿好摆，门勿好开了。哦，搿么搿再调过去，那么再摆，一摆么搿迭个迭个上下来又勿便当了。对。对吧？所以到后头，侬去看搿个，我看像上海人交关人家，包括一直到现在，如果条件这个居住条件勿是特别好，侬去看上边关，伊只用一只头，上是靠墙了，伊上是靠墙了。啊，搿么搿能介，伊觉着搿我搿一个面积省出来了。屋里房子小了，因为有种还是啥个三代同堂了啥，搿屋里个物事啦，有种搿个比较井井有条的，一个家庭主妇比较出色的啦。哎，物事在冬天的、热天的，我记得阿拉搿个隔壁人家总归一到冷天快了。伊搿个电风扇侪拆下来，卡好，再拿啥个物事包好、摆好，到天热去弄出来。搿辰光勿晓得每家人家呢，蛮多的。一只煤球风炉，有种人家要拎到搿个房间里向也有个，要取暖，要取暖，取暖。哎，所以搿辰光好像煤气中毒。是，实际上搿辰光是真的冷，冷是真的冷呀。哎呀，哟，外加搿个辰光冷哦，刚老在哦，搿个辰光经常是身上穿不上你个呀，不像现在侬保暖的衣裳介许多啊。那么阿拉刚刚呢，讲至交关迭个在过去啊，上海人哪能追求迭个吃个芦荟啊，住得芦荟啊？搿么现在时代勿同了，阿拉上海人追求搿芦荟的方式，肯定也是交关。辣辣上海交关小马路的妖孽宫，侪有搿种生意好得勿得了的小饭店。有两只位置，侬要去是空辣海的，迭个饭店经理勿拨侬坐。芝士牛山、嘎嘎三五，迭个是上海人的小芦荟。余恩人是石芦荟呀。为啥小芦荟一定出现了大上海呢？伊拉就追求搿两种生活，搿种就伊拉觉得老浪漫一种生活。上海人的小芦荟，爱护上海滩，正在播出。老式暖风机无法有效地输送暖气，戴森 Hall Plus Cool 冷暖气利用 Air Amplifier 气流倍增技术，在冬日迅速并大范围送出暖气流，夏日也能带来快速平稳的凉风，为您降温解暑。无论气候冷暖，您只需要一部戴森 Hall Plus Cool 冷暖气。戴森。下雪了，好美呀！必胜客酥皮之心牛肉披萨味道更美，柔嫩多汁的牛肉，独特酥皮之心饼边，还有芝士焗大虾，节日欢聚就在必胜客。
每个小小的举动都蕴藏着大大的天赋，每一份珍贵天赋都应该被尽情释放。启赋创新亲和人体配方，突破性营养亲和分子结构，促进关键营养元素的吸收和利用。亲和宝宝，助宝宝全方位成长，天赋尽现。亲和人体科技，启赋出众未来。相信记忆的力量，相信时间的沉淀会带来希望。2014年，纪实频道品牌栏目《往事》重装归来。你觉得活着好，还是在山上牺牲掉好？牺牲了。每周一小时，大容量记录，大事要人，捕捉大事件背后的真相。他们认为，中央是发生了宫廷政变。编年体，人物志，追寻普通公民的人生传奇。一般来说，呱呱最低的时候都能见父亲，我连这都没见过。新模式，新视野，两大主持人联袂追访，合力讲好中国故事。往事，1月5日起，每周日21:30播出，期待您的关注。六位这个两个字啊，老体现阿拉上海人的精神。比较有名气的，要算六位牌大米。当年呢还是红极一时，随便看看，上海用六万做招牌的店，哦哟，真是潮潮翻翻。一到吃饭的辰光，哦哟，客人是多得来扑出来。我们就搿搭住辣搿搭附近啊，就经常来吃个。那么最主要看中伊搿搭呢，价钿呢比较便宜，菜式呢比较好，蛮六万的。回头客迭能多，总归是有道理的咯。看看迭个菜式呢，色香味俱全，搿馋佬从老里八糟跑出来。再看看这个价钿呀，哦哟，实惠个，怪不到生意越做越大，老板是笑也笑不动。搿现在呢是帮自家人家是烧苦涩个，搿么是讲现在伊拉不做了嘛，我就接下来自家做。啊，我就是为了方便搿搭，比如讲像邻居，大家是方便，因为我搿搭是薄利多销。搿搭阿拉做了呢，因为自家觉得蛮开心个。邻居方面，邻居呢，邻居也蛮开心个。迭家小饭店啊，就搿能小小一开间门面，当然也勿好跟大酒店相提并论。侬要请客吃饭嘛，好像有点太招事。但是侬叫上几个吃客弟兄一道，随便点两只小菜，吃两杯啤酒，大家吹吹牛噻，尬尬三胡，喏，迭个就是上海人的小乐味呀。阿拉刚刚讲了，交交关关这个过去啊，上海人哪能追求吃个乐味，住得乐味？其实到当代了，上海人搿乐味还是辣辣追求个。对个。但是搿方式呢，可能已经有点勿同了，因为条件侪好了嘛。对对对对。辣辣迭个义塘路浪向有一家饭店叫九二井，九二井里向呢有两只位置，侬要去坐空辣海个，但是中浪向侬要去坐，迭个饭店经理勿拨侬坐个，为啥呢？哦，有一对老夫妻，每天必到，每天中浪向必到九二井，365天，哦，天天中浪向九二井，所以迭个饭店里搿两只位置啦，就包拨伊拉，风景了，哎，包拨伊拉，老夫妻两家头，实际浪呢，侬讲伊拉哪能算计呢？勿算计个，一荤。一素一汤，三只菜，一只麻辣豆腐要的，三只菜啊！但是呢，伊拉就追求搿两种生活，搿种就伊拉觉得老落后一种生活。搿也是真的，就像是种生活态度。我头也辣辣想，刚刚辣想啥物事呢？阿拉落后为啥道理？老早最早物事落辣胃里向，后头物事会变了落辣位置高头了。到了阿拉现在面又变成迭个是落胃个胃，实惠胃。我觉着搿是上海人个落胃个三部曲。就我讲迭个落胃，实际上对上海人讲老有意义个。嗯。啥个意义呢？追求落胃个一个人群啦，伊勿大会得怨恨个，伊能够从老小个物事里向、物质里向。老简单的物质里向，伊能够得到一种大快乐。一包油吞姑娘，我已经觉得老开心了，吃得来老开心。侬还去做啥坏事体？哎呦，我讲我老乐观个，说明我心里蛮开心个。哎，假使讲我现在讲，哎呀，我真臭美头，哎呀，我老没劲个，搿倒总归是勿适宜。有怨恨出来了，怨恨人是勿乐观呀，乐观个人嘛，搿辰光勿怨恨了呀。是啊，侬譬如现在越吃越好了，哎，但侬始终没觉得乐观。始终没觉着落胃，侬就不断有一种追求，不断有一种欲望，对吧？而相反来讲，落胃是一种啥呢？就老简单的物事，我觉着快乐了。那么对这个社会来讲，侬讲意义大吗？
相当多。所以我看，即使像搿种落位啊，到了现在，阿拉每家人家，侬去看看每家人家伊过个日脚，阿拉勿去讲钞票多少，就算大家钞票一样多，有种人就是落位，有种人就是勿落位。对，就是勿落位。侬去看看伊屋里向，大家侪房间侪蛮大个，哎，伊一个就是失失意，老落位个，一个就乱七八糟。好，还有种呢，侬去看伊整个一个人个生活方式、生活态度，一个人老井井有条。就该上班就上班，该读书就读书，该呢该穿啥就穿啥。有种人钞票老钞票倒不少的，穿出来就是不落位。对落位搿种追求啦，一个是得价值，高低啊没啥个大关联，但没啥大关联。搿就是其实生活有两面性啦，一个生活当中侬肯定也有烦恼，也有不开心的地方，也有开心的地方。那有种人呢，可能伊就是讲，哎。烦恼方面呢，想得少一点点，哪怕今朝哎吃看几个样么子啊，啊觉得蛮开心。最近老外就无法，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闲话，快乐是自己找的。哎，对，就对，那叫寻开心呀，叫寻开心。要归纳到啥了？老上海话，开心要寻，开心要寻的，对吧？哎，老外是无处不在，对对对，看侬哪能去寻啊。上海人接用西公司交关多。这个是我姐，侬相信吗？我结婚的辰光，搿件自家接。搿件羊毛衫是我自家接的。搿老兄哪能得六只袖子鬼个？闲话上海滩，接接用西山。